Hi, my name is Magnus. I work with the Google Drive team. We're going to look at the Asus Anywhere application, which allows you to interact with content across many cloud storage providers. And of course, it has an integration with Google Drive API. Let's have a look. Asus Anywhere 是一个实用的云端空间整合管理工具，它能透过单一界面将 Asus Web Storage、Google Drive、SkyDrive 等云端空间，还有包含我的电脑以及远端分享的装置上面的多媒体档案整合在一起。一般人其实普遍都会有两到三个电脑装置，比如说像是包含工作场所的电脑，还有家中的电脑，以及个人的平板电脑跟手机等等的。那可能会因为系统的不同而优先选择不同的一个云端服务，因此透过 Anywhere 能够将这些档案整合在一起，并且透过关键字搜寻的功能找到使用者想要的档案。使用云端空间服务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随时随地取得你所想要的一个档案。那以一个开发者的立场而言，其实会注重的是使用者在无缝的一个使用体验。因此比如说像是你使用 Google 大可加上 Google Drive 以及 Asus Anywhere 的时候，你就可以在线上去编辑档案、分享档案，并且可以在你的电脑端去进行档案的搜寻以及管理。我们的目标是让使用者在购买 Asus 的产品之后能够获得一个非常好的产品体验，所以呢，我们也纳入了 Asus、Google、Microsoft 等多家软体服务。比较起 Google Drive、Asus Cloud、SkyDrive 三者的功能完整性皆相当的高，且支援的平台都相当的完整，而不管是在网络档案的搜寻、下载、上传的效能皆不错。莫谈到有哪几家 Drive 比较好，我想说各家 Drive 都有其擅长的点。而谈到 Google Drive 在开发上的优点，有下列几项：第一，就是它整合非常的容易，就是开发者透过 RESTful API 开发，开发者更容易整合 Mutual App 和 Google Drive。第二点就是执行效能非常的高。API 执行的效率非常的好。第三，支援的功能相当的完整，几乎 Driver 它所需要的功能全部都有支援。第四，文件说明非常清楚， API 文件讲解非常的清楚，那开发者他开发的话，他只要阅读文件的话，他就容易为开发者所使用。透过 Google Drive RESTful API 整合 Anywhere 软体非常的方便，而 Google Drive 提供的功能完整性非常的高，在整合 Google Drive 和 Anywhere 时，和其他 Drive 一样，遇到的问题非常的少，且 API 文件说明的非常清楚。那未来我们期待 Google Drive 可以提供在 Microsoft Mutual App 上 Built-in Player、Streaming Player 的功能。Google 有各式各样的 API， 这边要特别推荐的是 Google Recording API， 这在 Anywhere 中社区里面是有用到的功能。主要可以翻译 GPS 坐标为地理位置，那其实是非常的好用。例如我一张照片的 GPS 坐标如果是22120的话，那透过 Google Recording API 能够将坐标转为新兴区高雄市台湾。